读此文前，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按钮，方便以后持续为您推送此类文章，同时也便于您进行讨论与分享。您的支持是我们坚持创作的动力。文青一编辑替引言，作为从小在各种抗日电视剧和战争剧浸泡中长大的中国人，都不可避免地幻想自己穿越到战争时期，手持冲锋枪，拥有无限子弹，对着蜂拥而来的日军突突突的场景。当然，这只能是大多数人的幻想，而事实上，很多人连冲锋枪都端不起来，更何况抱着持续的发射，这些只能在抗日神剧中得以体现。事实上，轻机枪一般都需要两个人伺候，至于大家熟知的马克沁等重机枪需要的人就更多了。在真实的军事史上，八挺重机枪需100多号人伺候，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？马克沁重机枪一，更快更效率的杀人机器世界从来不是爱与和平，更多的时候是战争和战争后的喘息时间，而科技的发展往往和战争是相辅相成的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出于战争的需求，各项科技快速发展，枪械作为人手一支的快速杀人武器，自然也得到了十足的改进。从碎发枪、滑膛枪到轻机枪、重机枪，进而出现的轻机枪组、机枪连，都是都为了更快更效率地杀伤敌人。捷克式轻机枪碎发枪也被称为火绳枪，是由火铳演变而来。碎发枪最为人熟知和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其缓慢的射速，碎发枪每发射一次就需要换弹药，其耗时、精度和射程都极其有限，碎发枪队更是害怕骑兵的突然近身。滑膛枪是碎发枪的改进版，也是现代枪械的机械原理基础之一。到19世纪末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，丹麦工程师麦德森于1882年发明了世界第一款轻机枪，而轻机枪第一次大规模用在战争中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战役。仅在战役的第一天，英军就部署了约1800挺轻机枪，对德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。此战役也是机枪在战争中造成高伤亡的开端。而在不久后的凡尔登战役，德军就用著名的马克沁重机枪还以颜色，一战欧洲战场照片。重机枪则是英国人马克沁于1884年发明，而马克沁也是由于这款发明而青史留名。重机枪发明初期并未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，直到日俄战争中的旅顺战役，为了攻击俄军占领的高地，日军用出了家传的自杀式人海冲锋，正中俄国人的下怀，排排站的日本人成为俄军马克沁机枪的靶子，仅3个小时就伤亡5000余人。一战中的马克沁重机枪，大洋彼岸的德军从此意识到重机枪的威力，开始大规模列装。当英法联军在经过连续几天炮轰之后，开始密集冲锋，马克沁机枪密集的子弹使整个战场瞬间变成人间地狱。10几个小时内，英法联军死伤57000多人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短时间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，使马克沁机枪一战成名，以至于后来有人将其比喻为死神手中的镰刀。一战德国机枪连二，抗日神剧中的单手持枪，抗日神剧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部队举着快慢机等机枪，仿佛没有后坐力，没有子弹一样无限的突突，并且抗日神剧中往往只能看到战士们作战的情景，往往见不到擦枪训练的场景，新版亮剑剧照。而颇为写实的电视剧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则真实地还原了二战时期中国战场国军的训练情况。迷龙虽然是个壮硕的东北老兵，还是需要团长来教会他轻机枪的点射，而美国友人则是教会了迷龙重机枪的枪线。当时的这一操作更是震惊了整个炮灰团，让团队没脸没皮的求人留下来。在最为关键的南天门战场上，重机枪因为没有支架，豆饼被迫充当支架，被喷薄爆发的机枪活活震死。我的团长我的团剧照，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才是真正的战场实况，我们不能被抗日神剧所迷惑。那些单手持枪的人或许有，但肯定是凤毛麟角，并且真实的战场上个人英勇主义肯定比不上团队协作。那么真实的机枪组是如何组成的呢？豆饼架机枪三，各自分工明确的机枪组，而事实上理想的人员配备，一个轻机枪组通常由6人组成，指挥官负责全组的指挥和协调，确保任务顺利完成，射手负责操作机枪射击敌人，副射手协助射手负责装填子弹和弹带等，弹药手负责携带和补给弹药，观察员
负责观察敌情，为射手提供目标信息。其他人员可能包括负责携带和维护装备的人员，而一个重机枪组则需要更多的人来负责，一般情况下是9到10人为一组。二战机枪组举世闻名的马克沁重机枪，枪射击时会产生大量热量，需要定期对枪械进行冷却处理，以防止枪械过热导致故障，这也是马克沁的弊端之一。在战场10万火急之时，不得已用尿来冷却也是常有的事。而马克沁重机枪的高频射速则需要一个专门的弹药手，高频射击散发的热量对枪管会造成硬性损伤，所以马克沁重机枪的枪管在使用一定数量的子弹后需要进行更换。在更换枪管时，需要确保新枪管与机枪的其他部件匹配，并按照规定步骤进行安装，这也需要一个专门的人员来负责。四，需要100来人伺候的高配机枪，连随着机枪的杀伤力逐渐为世人所熟知，各国开始逐渐组建专门的轻重机枪排，来起到火力压制和大规模快速杀伤敌人的效果。一般来说，机枪连会配备一定数量的重机枪和轻机枪，重机枪通常用于提供火力支援和压制敌方火力点，而轻机枪则主要用于提供步兵火力支援和掩护。此外，机枪连还会配备一些运输工具、通讯设备和医疗保障人员等。美军轻机枪训练，美国军队在二战中的机枪连通常由连部和3个机枪排组成，连部包括连长、副连长、文书和通讯员等人员，每个排有3个机枪班和1个弹药班，每个班通常配备一挺轻机枪或重机枪。机枪班通常由10名士兵组成，包括1名班长和9名机枪手，弹药班负责运输和补给弹药。苏联军队在二战中的机枪连通常由连部和3个机枪排组成，每个排通常配备6挺轻机枪或重机枪。机枪排通常由排长、副排长、军士和18名士兵组成，士兵分为3组，每组6人，分别负责操作、瞄准和供弹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士兵负责运输和维护机枪。以苏联军队为例，每个排共计21人，标配的机枪连就有63人，再加上连部人员，估计就有75人左右。而高配机枪连的8挺机枪需要110号人来伺候，就是正常水准了。现代机枪连组，机枪连在战场上具有多种优势，可以起到火力压制、掩护、心理震慑、快速部署等作用，有效提高部队的战斗力。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，机枪连也需要不断进行改进和升级，以适应新的战场环境和作战需求。参考资料：思古连射的力量，机枪发展史 J 科学大众中学版，2007/3/26-28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